聽講呢間泰國餐廳咧，最近就引入咗泰國夜市好 hit 嘅人氣招牌菜火山排骨啊！聽個名都覺得犀利啊！今日要嚟試下先。哇，好巨型啊！勁浮誇佢嘅外表，係滿滿嘅肉同埋滿滿嘅汁，好想快試下。好驚啊！點算啊？冧落嚟喎，好似玩緊層層疊咁樣啊！好似成功，哇！好勁啊，冇諗到啊，真係好大嚿。跟住咧，頭先聽店員講話咧，點樣食呢？就係將佢拍一半啦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幾大嚿先。好啦，我要將佢拍一半。哇，好易拍嘅啫喎！我本身以為係要好用力啦，但係咧，可能因為佢啲肉咧好已經燜到好腍啊，咁所以咧就好易。好，我要試一下啦。肉好容易就掹到出嚟喎。我本身咧以為佢會係有啲鞋身嘅肉咯，但係咧都幾嫩喎。試埋呢個點汁食先。哇，好食啊！加埋個汁咧，酸酸辣辣，都幾開胃。好吃。哇，那肉呢除了比我想象中嫩滑之外呢，还很有肉味，即是不是那种煲完汤，即是它看起来好像煲完汤的排骨，但是不是，即是吃下去是很嫩的。最重要女士最喜欢的骨胶原，这些位置呢是很多骨胶原，还有很嫩。咁佢個辣度咧都唔算好辣，因為我平時都唔係算食得好辣，但係咧我覺得佢個辣咧係大概小至中辣咁樣啦，跟住同埋因為佢嘅酸味咧都好出，咁所以其實食落咧係會好開胃，會令人想一直想食嘅。我覺得最 perfect 咧就係加埋個椰青，因為咧佢酸酸辣辣啦，咁食完飲啖椰青咧就 perfect 啦。